跳的人吗？我也会跟着一起去跳。我太脆弱了。你甚至会突然长高了。不会。自从你在，自从看到那个彦凯帮我们找到那个 IG 的那个影片，那个进阶巨人的影片，我已经相信那个中文什么都会做了。干，你到底是怎么去看到那东西的？我就说啊，没有，中文是个怪人。相信中文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得来，他就是个怪人。我是正常人，好不好？我怎么找到？我不是跟你说啊，你朋友不就那几个吗？哪几个？我最近认识的人很多，看你朋友很多没错啊。但是你PO现实的就只有那几个、啊，我就一个进、啊，我就一个进去点。看，你会一个一个进去看的、啊？我偷窥狂。没有啊，你标记的朋友一定是一般朋友，在更好的朋友才会标记他。你标记的朋友都会去看女仆啊，所以我想说应该就这几个。破哎、欸、果不其然，我加彦凯的、哦。可是我之前找的时候有两个都不是，我记得你标记就标记那三个样子，那阵子。哎，昨天那个。昨天俊宇有听到我们后来在读那个吗？攻略，等级那个有啊？那我等级是什么？给我们不是？我忽然想到，我们昨天读攻略的时候有发现，就是有一些怪啊，你可以对他跳舞，然后他就会发现自己被嘲讽，然后就离开。耶、yeah. ！平均说那可能是骗人的，我觉得那应该知道了，感觉是很骗的，在玩而已。所以我要按加入游戏，对啊。欸，所以我等级什么？这不是很明显？我看你们都等级一样的、欸。我看你们都是 intern。我看你们实习生。我看有两个是 employee。当然是 employee。哎、欸、，Yeah， 中文是 in， 他跟我是一样的吗 ？intern。中文是 imposter。什么是 imposter？ 哎、欸，那叫我们蛮耳熟。内埋。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啊。对啊，那这根本没有意义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他们游戏还没有做好，那显示根本都有问题。对，真的，我明明才是都在做事的人，我明明也很有做事。那应该是看有没有活下来吧。不管，这个要拉杆的吗？已经设定好了吗？还没吧？听起来像是我的。这个要怎么丢掉？现在先按 G， 好，还没设定好。等一下，先剪再说。可以跳出去吗？可以。好，他跳出去了。Let's go。按右键可以扫描。上午8:02。什么是爬梯子的声音这么酷？我买了四个手电筒，我等等帮你们送进去。没关系，我们先进去。嗨，小丑。小丑谁？只有你，只有你。我不准你这样说俊宇。这是什么？我现在要干嘛？右键扫描，然后把我们可以捡去回收的东西捡回来。像这一个，嘿。红绿灯，防守已满，然后把它放我的飞船上去卖。哎，这音乐怎么那么嗨啊？哎，你看到蜘蛛网了？哎，将军鱼没有拿。啊，我哦，对，真的。抓了你的手电筒。我现在没有手。你要先按 G 把它放下来。对，你要先把你的手清空，你才可以用你的手。听起来很破，可是中文他不会啊，他不知道双手满了之后他怎么拿东西。哎、欸，我来了，里面有看到蜘蛛网啊，要小心。在那个左边的楼下有看到蜘蛛网，右边去过？右边还没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右边他们有没有去。
我还没跑去 Q 波，又没有看到电箱。有，我也看到大齿轮，我先拿过去。好暗哦，只要调暗就好暗，可出去又好闪。手电筒怎么用？火箭。再说一次好不好？哇！拿着它按左键。哦。用你的手指头按下那个开关。太神奇了吧！你看左上角有电量。哦。左上角。就是你的人上面那里。那小丑。那是你电池的电量。这里没有东西，看来只能往蜘蛛那里去。好吧。欸，所以小丑是暗秀。我是小丑吗？Am I a joke to you? Am I a joke to? Am I a joker to you? 这好亮哦，这什么地方？所以你在楼下吗？我在下面。有看到了，看到。看到什么？蜘蛛。哎，那是蜘蛛还是苍蝇？那蜘蛛堡、蜘蛛网，苍蝇，不错，蜘蛛蛛，还在他面前跳舞，在哪？啊，看到蜘蛛了，那是蜘蛛吧？对吧？周文，你去，去哪？对，苍蝇，它起飞了，嘿嘿，飞超级绕杆，啊，周文呢？我在外面。哎，为什么在外面更近啊？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。在里面啊。跟我。哟，黑帽子的。哎，绕回来了。哎，为什么你从上面出来？谁？安秀啊，安秀，你不是在下面哦？我下来，我绕回来了。所以还有东西啊？它里面是绕一圈而已，我没有看到东西。快，众人做事。好，我在做事啊。开启我的手电筒，关闭我的手电筒。耶、yeah. ！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好黑，有虫，有人。这小丑们绕干。他起飞了、啊，还不绕干？来，我什么？我没有看到虫啊。哎，叫你去看，你不去看。我看到有一个人往回冲，我红绿灯呢？红绿灯拿回去了是不是？拿去了，有终于拿回去了，走吧。我拿的那个是红绿灯，那这样没东西了，怎么办？好少、啊，那就回去，没差，没关系。我们的任务是133哎，我们说是花钱买大地图，我们现在还没到900，然后大地图怪把我们秒杀。哎呀，这是红绿灯啊！我们把它叫红绿灯，不像吗？应该是什么引擎之类的吧。好，有点像。原神启动，启动。这个人只有这种梗，会接得很开心。他就很圆。你现在可以出去，可以出去看看。真的吗？哎、欸，可恶，被吸进来了。哎、欸，吸进来。哎、欸，吸进来。B 哎、欸、B 耶、欸，那代表这个刚刚那里有394哎、欸，我代表那边真的本来就很少东西。我是实习生的、欸，刚刚那里有394，我们才115。启动启动，还是我们就是两两走，然后两个走后面的门。芝麻开门，芝麻关门，芝麻快门。哈，突然又想玩开关门。红电、哦，我们要拿那东西干嘛？卖掉，卖掉赚钱。那真的是捡垃圾游戏。对啊，讲的是捡垃圾还不信？我不能开门吗？不行，我们现在在太空中。我好不想看翻译哦。看什么翻译？哪里有翻译？说你打那个电脑，然后看里面有什么。欢迎来到胡康中文化操作系统。它也是中文的。然后嘞？
所以彦凯有把那个中文化装上去了？没有啊，我看不懂，里面是英文。Please describe your role in a team dynamic， 什么意思啊？所以你的也是英文啊？一半。他叫你先输入你的角色定位，你打 stupid job 了。啊，是这样的吗 ？H E L P。哎，你的角色定位不是 help。手电筒记得充电。哎，对，手电筒记得充电。我输入的单字没有任何操作，是什么意思 ？Hi。你要打，就是代表你输错。你要打 help。H E L P。然后。所以你里面也是英文啊？查看公司商店的所有物品，还是我要看什么？那个有野生动物列表。那个不用看。那自动驾驶可以有到月球列表。对对对，看那个。没事。然后我要看。然后你看，看那个目的地后面的效果。目的地后面的效果都是。英文，干，有点没用，还是得看攻略。昨天培训传那个里面有写吗？应该有，只是我们要找一下怎么对照。写什么？写那个他英文的意思。哎、欸，他传在哪里？嗯，干，地图与天气，昨天交给我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发现可以打字，这游戏。一直都可以啊。Woods 公司要打什么？下午明天晚班。有人明天早班？谁啊？有人明天不用上班？那个卖包。对，卖包。卖包，开心点，你要跳舞。他轻轻的跳跳舞，他轻轻的跳跳舞。这句再送你。有一个地图叫用餐是怎样？我不要太空垃圾。他讲去用餐。也是瓦斯给目标金额130。我们到了吗？我到哪了？出发了吗？我有点冲动。谁在外面？对，昨天你去那个，你去按那个，你去按那个服务铃。福林在哪里？你要去开门。
哦，又不是我关门的。对，多按几下，他会叫那个服务员出来。服务员是女仆。然后呢？然后快一点。哦。哇！再见了。哎，再见。阿多模式啊！我们终于甩掉他了。干！启动。拜拜。你就这样子为了让我被他抓出？没有，我在跟你说，我们捡来的这些东西是要去那里，然后你就害我死掉了，才可以卖。你不能太吵，对，要不然店长会生气。去森林，然后仲文，你害我们被扣钱了，又不是我害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已经没有钱可以扣了。说的也是。哎，装了你的那个手电筒。手电筒哦，是手电筒哎。然后你可以来这里充电。你可以做到这样吗？也是防蚊液。蚊香，给你蚊香。哪样？这样。啊！我要去开门，我不管。开门会自己开。做你做不到这样，我刚刚在乱按，可是他也，欸，他会，啊，我会啊，他没有我想象中的笨，欸，蜂窝，欸，蜂窝，嗯，哎，欸，我们先去工厂里面捡，捡完之后再回来捡。什么是工厂？欸，蜜蜂。就是跟他玩，你会挂掉，你会挂掉。哎，欸，他是追我！啊，哦，为什么是我？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你要跑远点。我用树卡他，我跳不上去。你要从更高一点的地方直接跳栏杆，直接跳栏杆。啊，我跳上去。哎，我到工厂了。Okay. 我甩掉蜜蜂了，他回去吗？啊，我把蜜蜂，我把蜂窝拿走了。我看到在别的地方了，不要再去引到他了。好，是在飞船的右前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迷失方向了，这东西没有雷达之类的东西吗？没。哎，欸，安秀，你怎么不见了？因为我到了。哎，欸，可是我还没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还就在皮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你一个人在那里跑不会怎样，要两个人。哎，欸，我看到齐阳俊宇从另外一边慢慢的摸过来，走吧，滑下去。哎，欸，靠！他滑下去。靠！再见的安秀。谢。再见，再见的小丑。入口的小丑，你这个小丑。你可以从那个红色门进去啊，反正只是从后门而已。不要，我不喜欢走后门。耶，听起来好假。他是啊。后面。为什么？又不是只有假才可以走后门。OK。哦，这是门，它越来越像。哎，欸，我看到灯哎，欸。是大破。得到被诅咒的武器，我看到灯诶，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可以开啊！嘿，hey ，你们看我手上这是什么？反正这么近，最后再来开就好了吧。他甚至连那个开关都在旁边。哎，欸，算了，他可以直接拔，对吧，啊？哎，欸，拿到咖啡杯，先不要不要，先捡。有要当迪奥，拔了会出怪。会出怪比较多，先捡那个吧，看还有没有东西捡。哎，欸，我只有 stop，
你压路机哎，你没有，你没有母大不大？哇，九九处哎，可播九处。可是母大不大？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过来？有啊，我过去了。欸、所以这边没有东西了，就剩那个灯啊，灯最后在哪？下面没有，下面是死路，下面是平的，这里也是死路，剩下面那条下去吧。快走啊！不要故意慢慢走。我快快走，欸、我走捷径。这里都是啊，那什么声音？那什么声音？哦，我看到那个了，可以转。只是水蒸气。哎、欸，这里也是。也有好雾。在哪里、啊？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不在这里，这里是死路。这好雾哦，这里还有东西吗？哎、欸，爆脸虫！哎、欸、，Stop， 拿出来 K 他 ！Stop！ 哎、欸，你要说我石炮掉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他刚刚吸到你了，爽！对，蟑螂，所以我是有扁到他，然后他跟我同时打到，对，互换，那你挂掉了。他很会叫哎、欸，他这是死掉还是晕？应该是死掉了，只是他还会叫。有蜘蛛网、欸，这代表蜘蛛。周恩去碰到蜘蛛网，还好啊。我有碰到吗？哎、欸，我被黏住了，我被黏住了。快来嗨！快没电了，快没电了，绕干绕干。将军，你没找到他，将军他在追我。哎、欸，蜘蛛上来了！他的屁股摸到我了。哦，他说他不理安秀。完了我。哎、欸，有人安秀，你回去捡那个我的 stop。有他来了，他来。哎、欸，燕凯，你有捡到我的灯吗？有，燕凯捡到了。喂、欸，他回去了吗？他死了。他死了。哎、欸，看我的灯。这蜘蛛可以带回去吗？不行，不行。他为什么不把那个包尸体可以卖钱呢、啊？或者那要去拿灯了吗？烤蜘蛛，好吧。嘿，记得我的尸体。哎，对，带去可以扣钱。你死掉了。没错。拿吧。蜘蛛屁屁打到了。啊哈！我是蜘蛛屁屁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他在叫了。走吧。哎，一人。一次一个人，一次一个人，你为什么不走立一个桥？嘿，立一个桥比较远呢。一次一个人，不要问为什么。为什么？就叫你不要问了。感觉不要偷睡觉。嘿，我发现一件事情。他走路的声音是那个麦块的声音，是吗？不像吗？走在沙子上的声音，沙子还是泥？可能是类似的吧，但是应该不是直接拿麦块的吧？啊！哦，我看到巨人了，我听到嗡嗡声音。那个 stop 可以打吗？你觉得呢？哎、欸，巨人朝我们过来，没有，他是朝你过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跳不起来。再见了，安秀。我们放弃他了，安秀被抓住。再见了，安秀。安秀，你手上，安秀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手电筒跟咖啡杯。走，我们先等他走远，我们再去拿。我可以出去看他吗？可以。嗨。外面还有蜜蜂哎。嗨巨人，哎、欸，这 staff 都饿死了，他走了。这个 staff 是用来扁人的，他在旁边看着。啊啊！他上来了！放心，他不会穿模。看来是捡不到了。我被他打几下才会死掉。一下，他就直接把你抓起来。好吧，他会直接吃了。
我看得出来。这什么画面？等一下，怎么了吗？看、啊、他不走、欸，他不走不没有办法剪。啊走啊走啊！现在上来了，还下去了。算了，我们放弃他的手电筒吧。我们放下安丘吧。好残酷！等下，我听到了。完本，他在这里啊。不是，更可怕的东西。蜜蜂，是更可怕的东西。蜜蜂他无视这个关门，可以直接冲进来。啊、哦，真的、啊。我们之前就做过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蜜蜂它会一直跟着，然后就直接把那个蜂窝放在里面。啊，难怪它在附近。对，蜜蜂就跑进来，就死得很惨。我们离目标金额剩一天。哎、欸，我们是要在一天的时候去卖，还是零天的时候？零天哦，零天吗？零天吧，零天哦，零天吗？零天吧，要几次的？你们是很烦的。看一下，嘿嘿嘿，哎，你要是要躲在那里，钥匙带着好了。他是边缘人，对，他是边缘僵。钥匙我带着，可是我要跟着你们，因为我没有灯。好，该去买个灯了。没有钱，没有钱了。现在谁是穷逼啊？都是因为你死了第一次，害我们没钱了。可是我们死第一次，我死了第一次也是扣零啊。哎、欸，他很聪明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不是一个新手该讲的话。你的锅就是你的锅。那有人拿斯大夫出来吗？没。什么拿斯大夫出来？哎呦，那是被诅咒的武器、哎。有人被诅咒了？没。南瓜。安秀说没就是没。你会把那个南瓜可以拿吗？不行，那是装饰。那代表这是万圣节，还没有任何的作用。哎，这里看起来很危险，我们分开走。不好耶，可是我们已经分开了。你看吧，将军在做违反道德的事情。欸、有空间，哦，哎、欸，你没拿到一个？那个东西不会引怪吗？会啊，一定会。哎、欸，被诅咒的 stop， 我拿我拿，这个 stop 31块。第二个是，哎、欸，你想变人嘞、欸？我看到你想扁人，压路机来将军。哎、欸，做完这个给你拿。什么东西？还是东西？牢定没东西。刚这边是他们没东西。我先走前面还是走左边？将军，不要再叫了。喂，你好，我被扁掉。以后还有没有被发现的将军？对，这都是雾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东西，好像少到33块。哎、欸，我东西拿满了、哦，请不要再扒了。我东西拿满了，我看不到。我东西拿满了，你把它弄掉了。你们从哪里来的？后面。哦。我刚不是说少到一个33块的东西，怎么没了？我刚才少到一个20块的东西，也不见了。钥匙吧？
我捡走了。黑暗秀，偷捡。我想说你的包包突然满了。哦，这是一点逻辑思辨都不会。哎，不对啊，那你要把钥匙留着。好啊，给你们一把。哇！机枪，机枪，机枪。他往我这边射。喂。离开他。没死就好。喂。宰了我们。喂。有只皮耶。我们要离开是走哪里？我这里。等等，这里我们还没探险完呢。对啊，可是太苦啊。快跑！有人要吃拔布吗？但是觉得带中文来不太对。小心！哎，你们走到哪里去？我听到地雷的声音。啊，没电啊。哎、欸，快点拿鱼！地雷。不要去动它了。摸摸。那里有门。有怪吗？哎、欸，53块的东东，大齿轮。我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捡到？我从地板摸到。啊，空的。电池没电。走吧，走啊，走哪？他的门为什么要开的这么恐怖？这边吧。哎，这不是恐怖游戏，你在想什么？这是前面吗？收集垃圾游戏。哎、欸，那里有怪，那里有怪。我看到了，往后，往后，不要扒，不要扒，你敢扒你死定了。哎、欸，前面那个是怪，然后走怪。哎、欸，往他们那里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我好像走错了。等我转进来。不是，是。哎，等下，那什么东西？啊！我们可以到有亮光的地方扁他吗？快扁他！扁他！他死了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我不知道我们该走了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又有一个东西来了。还一只，还一只，还一只。蜘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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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蜘蛛。还过来吗？用到两只怪的，路在我跟燕凯在那边走来走去，来了，哎、欸，忘记在哪里了，我没电了，我来，我很想扁他哎、欸，我要扒，这里这里，这边吗？是这里吗？哦哦，哦对，我们竟然打一个大嘴巴，哦。小嘴巴是唱歌的那个吗？团体，你觉得看起来像吗？我等下去等下，不要扒，不要扒！我看到一个东西，狗狗吗？看起来像，我好像不应该给他的。这东西可以充电吗？不用不用。你觉得它看起来像是要充电吗？搞不好它可以用雷电把符啊！这什么鬼东西？不知道，你肩膀你很炫。我刚刚好像二段跳还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我东西有拿上来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都……哎、欸，谁把门关了？怎么关门的？你都怎样？我刚刚靠在那个围栏旁边的时候跳不上来。很痛哦！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东西拿太多。等一下，为什么看到？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哎、欸，胖哎、欸！我看到我们正下方有个红点。真假？我看到该不会是那个大沙虫？有没有看到？不确定。是怪物船弄爆吗？先走再说。哎、欸，东西要放在这里。啊，我放。我们的那个呢？蜂巢呢？哎、欸。有两个把布哎、欸！刚刚不是有人拿到蜂巢吗？我们蜂巢呢？对啊，在那个角落啊。哦，他们在搞自闭，真的？我放、啊、不是啊，那个红色是我们的柜子。哦，吓死人！
法布法布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拉拉杆，拉拉杆。买东西哟，130，我要卖到130。我手上的东西都不能卖，可以好吗？诅咒的武器。可是我没有要卖我手上的东西的意思。哎，还很好用。所以我们的赞助一样啊，卖刚好。好啊。哎。旁边还有一个在扒你，为什么只打我？哎、欸，我挂，我吵吵死了，变扁嘞，妈的嘞！七三，两个大齿轮够吗？一个才40，这样119，还差多少？中文我帮你打119，差11块，差11块。大齿轮4。有60的，有人在欠扁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如果我从，哎、欸，我他等下如果真的出来的话，还可以卖东西吗？可以啊。好。我可以跟你讲啊。嗨，那边还是会死啊。那边还是会死啊。你可以试试看啊。你勇敢不被扣钱的话，你勇敢被扣钱的话。145。啊！他抓我出去了，你讲呗，傻逼，真是傻逼，将军不要再玩马娘了，没有，将军你怎么还在玩马娘？不来帮忙搬，都没玩马娘，他是不会赔光钱的赌马哎、欸，他、啊、这样多少钱？这样够，还要算我被扣的钱，你挂了。对，我挂了。对耶，他被扣钱呢。他是先结算再扣，还是就先结算这个目标再扣，还是先扣再结？我把把布卖掉。哎、欸，他这样子有算到，他这不是算我那个。哎、欸哦、有，那这样那这样还是先扣，对，他先结再扣，先结再扣了。应该先买手电筒了。只要你卖到够就可以了。这个那个比较不好用，手电筒先放到箱子里。你留下你的把布，破把布。我可以买那个无线的手电筒。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它的用途。单个就是给你多一个那个吧，摄像头。摄像头 ，camera。把布。我在这里看哦，那个红色是箱子啦。我刚刚不是就在讲，在讲话啊、又在那边玩赛马娘、哦、过了，你是在干嘛、啊？赛马娘，可是赛马娘，赛马哎、欸，赛马娘，但是中文不见了，我挂了。真的，画面是在一个奇怪的小房间里。你挂了，那 你猜，那你猜我现在在玩什么？说的也是，他死了，我忘记他去按铃了，北齐。我怎么觉得你们将军知道我在玩什么？啊？给个提示。我最爱玩了。嘿，这个提示太不明显了，太没有太多爱玩的东西了。是吗？可是我现在手机里面剩下两个，剩下我比较常开的游戏剩下两个。我、哦欸。哪只手啊？跑跑姜饼人。哇、哦，又是跑跑姜饼人，你为什么这个还留着？可是他是跑跑姜饼人哎、欸。我把手电筒拿回来了。你不可以这么说跑跑姜饼人。我、哦、走走姜饼人。他是跑跑姜饼人。爬爬姜饼人。
前段时间可是已经周年的，七周年的样子。还是占据？占据？干嘛？你要问跑跑姜饼人吗？不跑。我复活了吗？还没，你要出，等我们出发才会复活。可以先啦。我在看那个商店里面的东西。名称，欸，有人把那个手电筒放的浪费电。我去拿巧克力吃。巧克力，我们前几天才在 Discord 的跟黄炳勋聊到巧克力，然后他跟你说什么？他也在这样叫巧克力啊？是他国中同学的巧克力。国中同学的巧克力。看来你已经忘记了。我不记得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指那个巧克力？对，那个巧克力。干，那不是吃的哎。对啊。你要说它是吃的，好像也不是不行。哦。Loud horn 是什么 ？Loud horn，horn， 老的好 ，horn， horn， horn 是角啊 ，horn 是号角啊。啊，我需要那酷东西。扩音器吧。我需要那酷东西。不需要。你不需要。哎、欸，出什么？我们还没出发，刚刚不是说可以拉吗？还没。哦 ，loud horn 是那个，你一定要站在这里，然后我在那边拉这个吗？loud horn 是那个，哎，欠制裁，是哪个？对 ，loud horn 是哪个？个那种棒球场啊，或者是那种那个选举造势场合，不是会有那种八八八的那个？汽笛喇叭，我们不需要那个，我们需要那个东西。那个捡得到，其实。帮我买，超贵的，150。我觉得我们比较需要那个传送器。那个其实捡得到。嗯 ，low 麦吉莎，麦吉莎新车那口味还不错吃。呵呵呵扁他哎扁我谁打我呵呵他扁人呢、欸、真的快走我只是玩按钮而已我没有是往哪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呢、欸、是这样子吗早上要上班了又不是我哎、欸，这张地图是往哪边？忘记了，我猜是这边。那是我在鸡吗？哈，猜对，右后方。我可以跑步吗、哎？还好不会摔死。其实会。等等，我听到什么声音？叭叭叭叭叭，叭叭叭叭叭叭。那今天晚上几点？哎、欸，你明天不用上班不是吗？
我明天要，明天几点上班？啊，好，那玩到八点。哎、欸，疯了是吧？短短无小。机枪塔，听起来有那个地雷的声音。你怎么听的？我只听到那把不声音。哎、欸，右边，右边这边有地雷哦。右边是哪一边、啊？这边。你拿筷子在那边。你可以靠墙走过去，碰到就会死。我拿筷子的那边，他拿筷子是左手，你拿筷子的另外一边。快跳过去，周恩！我不想冒险。你必须冒险。我的动机何在？你跳过去了吗？我跳过去了、啊。你跳过去了？那我跳过去看看。用走了就可以过了，干嘛用跳的？走了就可以过去啊。可以啊，我靠墙走啊。嘿，我们是你是说地雷，我们是说杆杆。哦，你们说杆杆了。好。嘿，我看到灯了。我可以去踩地雷吗？可以，我东西拿满了，你们要来拿吗？我拿哪里？你们在哪？你们等我一下，我跟你们分开了。大螺丝钉，大螺丝钉，耶、yeah! ！我也拿满了。哎，做完就你再回。耶、yeah! ，这里有一个人，那是我。我还有一个。啊，安全，你那里还有东西吗？回到路那边还有路，但我没有看。嗯、那继续走吧，走啊！你干嘛？干嘛停下来？我带头吗？你就确定的，你就走在前面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们要先点简灯吗？还是我们三个都还在内部探索？你确定吗？哎、欸，那边有个茶壶哎、欸，哪里？就在对面。那谁要跳过去？我不要。走，试试看。你先把你的东西放着。哦，把不，我先回去，我手上东西拿满了。好，顺便看一下现在几点。Jump， 我过来了。好的，好，重点是要跳回来，跳回来才是重点。没错，快要一点了。哇，你好棒哦！Nice， 我帮你拿一个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你拿走我的把布了，可是把布哎、欸，那是我的把布，没了，这边没东西。哎、欸，我的那个上面那个显示是红色，是正常的吗？然后因为你被敲到，因为你被扁了、啊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哦、oh、shit， 爆脸冲！等一下，把布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看有人身上有把布，哎、欸，打到我了。小小只的鸟会、啊、不是把布哎、欸，小小只的鸟会怎样？会打我们吗？不会，有人有钥匙哦。我记得刚刚不是有地雷旁边有钥匙啊？有，我有钥匙。对对，开了。哦，这个门，等等，这边的门是开的。哇！走吧，这个那这边没东西了。啊，另外一边呢？另外一边你也探完了吗？你们拿到灯吗？没，灯在哪？灯在那个刚刚右边，不是那个杆杆跳过去，然后往下。我们绕出来。对啊，我们绕出来了。嗯。将军，现在几点？很近。莱姆。哇。哎、欸，我把引过来，然后你们从另外一边过去。我们回去的路是在那边，对吧？对。哎、欸。不对，他只会。他只会走正常的路，对，可恶。那我们要走在栏杆上了，没有，应该要把它引过来一点。对啊，他会跳上来吗？应该不会。看来灯是不用捡的，你们可以过去。快，走。哎、欸，小心地雷哦！不要跑太快，人直接给他踩下去。对，都忘记有地雷。我需要那把布。不行，你不需要啊。这样，
将军，你是说跳过去之后，然后呢？跳过去，然后往那个，往右边哦，右边再走下去就到了。就开始把布，没有，那边没有怪，跳过去。等一下，我先换一下视角，换到燕凯，然后走过去。哎、欸，俊宇已经在船上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前面。那我也回去。前面就到，前面就到，右边。接下来才是重点。哎、欸，那个地上旁边有东西哦、喔。什么东西？不捡。好黑啊！没时间了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跳了过去啊！绝命杆杆，走！我听到史莱姆声音。在啊！干，五点半了。哎、欸，有人回来了。我带着塑胶鱼回来了。我带着把布回来了。哎、欸，你带着把布出去的。嗯。哎，是不是回去的时候要绕过去，没有办法上去啊？什么意思？回去那个飞船啊？只能从下面走，不是我们不是一直都走下面吗？没有，我们过来，我们过来的时候是从山上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来带你。对，回来了。我是怕遇到怪。没有，我这里看荧幕没有。你再继续按。你上船我就把你扁死。嘿，你不能这样讲，他会说你叫我继续按的。我所以我也警告他。哎、欸，不是我，走开！我有把布哦。哎。刚刚那个把布的声音突然变声了，不，突然变啾，它变雷射枪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的等级是 employee， 还以为你多强，去森林好了。哎、欸，他刚刚可以给我充电呢。所以说你将军你要上班了，玩到一点好了。现在几点？不是玩到八点？十八。好啦，将军玩到八点啊。哎，不可以。我们玩到一点，你玩到八点。可是，我们玩到可以买高级地图去探险。等等。我手一来就有脚步声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我看他没有任何的问题啊，对啊，我刚才听到，哎、欸，我看到他在哪里？哪里？他来了。哦，看到了，来了，他过来了。你不要再按了啦，他听得到啦。他是没有眼睛，不是没有耳朵好吗？他有眼睛。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耳朵，眼睛是两个洞啊。嘿，还有一個，哎、欸，那个点近哦，那个点是巨人。Oh shit！ 啊！他穿模了，感觉直接到这里完全不用出去。谁啊？谁啊？拿手电筒一直闪他。因为我不是有两个杆杆。可以扁他吗？好了，我们安全了。确定是这样的、欸？这东西可以移动。我们扁他没有用啊。他是扁的死哦。扁不死，扁不死。那个攻略讲扁不死。从这里扁得到他吗？直接再见。笑死。没办法，不然这下去不用玩了。反正至少我们有一些存。我出不去。够了，这里好像加起来少说快400了。
哎哎哎，那个小心一点。那个在卖把布的小心一点。好扯哦，他刚刚根本就没有讲，讲说有底 buff。好了，他这次有讲。有什么底 buff？下雨天，溺水。日食，哦，日食，日食有三个，哦，洪水，洪水有两个，两个下雨，我们只能去唯一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刚刚那个，马上离开那里，没有没有，再上一个，哦，那应该还可以吧，那里也蛮近的。借充电了，不要再玩，不要再玩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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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下去吗？你跳、哦，我跳、哦。好。呀，你死了？我没有，我在旁边。真可惜。我有把布哦。我好怕你哦。你好怕哦。你为什么要在身上浪费位置放一个把布？到时候捡的东西捡不完。那不是我的问题。到时候我们被之前的就是你的问题。还是将军的问题，他不玩到早上八点。将军，我看你是想被之前。可是。可是他在练习上班呢，捡垃圾。哇塞。然后那么火爆。对，这种人都是中二害人。什么东西？哦，有东东杯子，哎、欸，三小，哎、欸，我看我找到灯了，哦，给我那个，不要，为什么？你什么都要，你太贪心。灯很近，灯很近，在这。那个可不可以“叮”一声？对吧？它只有放下才会“叮”啊！你没有听到吗？捡到一个钥匙，我捡到一个啤酒罐，捡不到，大傻逼！下面有东西吗？巨啊，有啊，有家具。就刚刚那，刚刚那里的下面。你刚不是先下去？下面有巨人。下面就有一个那个杯子，然后就没了。周文杰，看一下头上。头上。嗯。因为会有爆脸虫。哦，去机枪。看他好贱哦，他躲在那个水管里面。啊哈！哦，走，你觉得要过去啊？嗯，过去啊，走啊，啥呀？嘿，这里看起来都一样。需要把布一声吗？不需要。可是锁定，没有钥匙，没有钥匙。安啾，机枪，机枪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他们在那里，安秀，你叫安秀，安秀这来了。安秀，你有钥匙啊？有，我有钥匙。前面那个，你看我，你看。我想说，他们那里怎么也有机枪？我是指挥小组的。哎、欸，这什么都没有，烂透了。哎，安秀，你为什么开那个没有东西的地方？烂透了。杨巨。啊，我在往回起点。哎、欸，还在玩。机枪，好深哟。那也是起点了、啊。啊，没有，我回到门口啊。那里好像是起点。啊，你们另外一边有东西啊？左边有东西啊？灯，左边的东西有一个灯。嗯，那一个杯子跟一个酒杯，跟一箱瓶。将军，你要回去啊？还有一个灯、啊。
我东西因为没什么东西啊，我现在拿两个东西回去。你现在外面几点？一点。嗯。买东西。你看要不要拿灯就跑？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什么。啊。有东西啊。有茶壶。啊，走走。哎，这里有一个打蛋器。你满了？我还有一个空位。等一下要留空位拿灯呢、啊。有，我还有一个空位。我现在拿那个。那中文的。走走。中文身上最后一个了吗？好像对我满了。好，我还有一个。那我们要先回去到入口。那我们是发布了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跳回去？你要用跳的？要跳吗？我不是可以用走的吗？可是走了要绕啊！哦，我你太点了，哦、你很可怕、啊。nice， 啊灯在哪里？灯在左边。我去拿好了，我去拿。你们可以准备出去。我跟你去啊。好，我在里面等你们。哎、欸，还好你有来。哎、欸，他跑快，他跑上去。那我去拿灯喽。好。他死了吗？没有，他跑到更里面去，他更里面去的天花板。啊，中文走吧。Nice， 还好你有来、欸，不然我真的会死在那里。耶、yeah, ，载一个尸体回家。欸、有怪有怪，左边前面，左边前面哪边？哎、哦、哎、欸，大只，完了，我死掉了。不是里面啊？我们两个死了。哎、欸，我在旁边。我死掉了。前面，前面。万一有我死，前面我死了。对啊。他的手一直晃啊，他突然飞走哎、欸，他确实是飞起来啊。那中文的东西呢？还在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可是我刚扫没有东西啊，完了，我的发布，但是灯留着，真好。你失去了你的发布，你看你，我们还有一个发布，硬要带发布。哎、欸，你不要那么乱投票，到时候我们回不了船上。只有一票，就只有我一。人家玩牺牲是玩三个牺牲的，很偌大。中文应该他第一次死亡，第三次没有啊，第一次被怪杀死，没错。我还不知道我怎么死的。将军在看你电脑前的萤幕，还是在看你电脑前的萤幕？来看我电脑前的萤幕。嘿，在玩。他在看他手机萤幕。我就知道。我是电脑前的赛跑娘。对，他们现在是赛跑娘。在大陆是赛跑娘。哎，我的游戏挂掉了。他们不可以有耳朵。所以香港也是赛跑娘吗？还是香港是赛马娘？他闪退了。田径比赛，听起来合理许多。等一下，我去放个东西。将军最懒，回来，都回来。哎，将军最懒。可是，将军是蓝色的。喂。蓝色是什么阵营？蓝蓝帮。哎，你不是都在做那个新闻吗？是这样子没错，但是我还到现在都还分不清楚谁是什么颜色。蓝色。我都还要上网查一下他是什么党的。你打错。我是天才、欸。你是啊。然后他们还每天都把那个有关政党的东西丢给我做。他们每天都要再查个两三次，他们也都要查，他
们以为说你年轻人你应该很懂。嗯，破欸。那他们自己也要查，他们也不很明白。我也不是很明白。你是年轻人。我们卖小东西好了。举个例子。我要去跟他玩。小东西。你说大螺丝钉。嘿，它是小东西。还有把布吗？没有。这不是那个里面有一个把布。不，你不要告诉他。哪里？我没有看到把布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250。哎，现在多少？下多少？233。够了，这里够了，这里够了。已经定影片了。要不要再拿几个金东西进来？看不下。工具，把布在哪里？欸、对耶，已经定影片了。这样是226。杯子。啊，这些东西把它拿上去了。那才是我的主要武器。我把布在这里吗？哪里？欸？啊哈！给我。喂、欸，你的保护听起来坏掉了。你可以拿到他附近去拔布。我听到声音了。他会生气，他不喜欢别人拔布他。知道。对，因为他怕吵，他主要就是怕吵。你要靠近点。再近点。你们觉得我们要先买一个传送器哦？我觉得可以。哇、哦，这么刺激吗？可是现在290，那传送器要375，应该还有什么可以买？还是我要直接在这边？产值10%，10%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我们现在能买的东西蛮多的。但是有用的应该就传送器吧。他在叫了。我们可以买厕所。啊！我买那干嘛？你就知道杀死你的是什么了。哎、欸，他没有杀到我啊哈！他只是个小丑啊！那什么？但是你其实应该活该欠杀的。欸、我们有那么多灯哦、喔，好扯。对啊，我们每次去都拿到一个灯诶、欸。那这样子，那个电箱就更不知道是要干嘛了，除了恶作剧以外。因为我们以为要先断电才能拿灯嘛，结果不是。来，电灯，那什么东西？哦，为什么你可以放在上面？奇怪。啊？有人就倒下去了。累病，可是就累啊！哎、欸，你在乱扁人？有人在看赛马娘？没有，将军。把布把布，刚刚在群组收到了这个375/85，不能只有我难受。这是什么？豪华公司？看什么坏东西？也有啥笑？不能只有我难受。哇、wow, 感觉好像将军会做的事情，明明就是你，在那边吐槽。耶，将军，众人，他跳得很自信。所以我们有要买传送器吗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差85啊，我现在是臭拳。我以为你要说我们要跳那个85哦。
看起来是铃铛跟一个 stop 打蛋器吗？哦，打蛋器吗？打蛋器也可以啊，打蛋器26。嘿，那打蛋器啊？为什么要卖东西？因为要买传送器。传送门不够钱。那你们要帮我买个电灯吗？算了，不要好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中文没有灯了、喔。我刚被杀了。哦，我还浪费了一个把。哎、欸，你看我的手又在那个，手又在抖。你是成前总统。几秒钟？六点六，好，我不讲。你看我的灯很嗨、喔。我买了，我在切音乐，等一下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哟！哎，为什么你拿的喇叭不会掉？哎、欸，对。喇叭在哪？喇叭在这啊！所以是显示 bug 吧？我不能拿。有啊，你的东西掉了，正常啊，正常，没问题。可是我不能拿喇叭、欸。我们看你还拿在手上、欸、你就拿着啊！你到底想干嘛？你是嗨了是不是啊？白扣你！他不让我拿喇叭。你就拿着，你到底想怎样？还有，你不要再玩了。哇，没有喇叭，我要怎么玩？我要退出，再一次。你可以用嘴巴发出声音啊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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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用嘴巴发出声音就是鼠尼啦。爸爸爸爸爸爸，那应该要怎样？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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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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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回来了。不是很想理他、啊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下个地方。老地方。你被虫虫吃掉的地方。哎、yeah, 呀，我身上只剩一个把斧。我按开发动了吗？还、啊、小心一点。要拉拉杆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刚没拉、哦。你没拉、啊。还是说是因为中文重进的、啊？那我还要带 stop 吗？还是你带就好了？带着、啊，都带着。好。嗯，走。中文不要切音乐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在切音乐？你刚刚不是在讲吗？可恶，这边蹦偷看呢、欸！小丑还想绕近路啊？南瓜挡路，可恶！不是走错路了？没错，我看人家拉拉链在说什么？是走错路了？我走对路了。怎么这次感觉不一样？怎么是我走对了？这可能是南瓜造成的吧？我是跟着你走的，对啊。该死的南瓜！该死的刘佩宇！南瓜挡了很多路，为什么刘佩宇是南瓜？我是南瓜。你问他，你问 他是南瓜、啊，对啊。为什么他是南瓜、啊？你要问张亚纯，对啊。那我是要问张亚纯，还是要问刘佩宇？都可以啊。嗯，我直接去密他们吗？本质上是一样、啊，但是在这个时间，他们很久没有叫对方刮了、欸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很久没有听到他们叫对方刮了。他们有可能是不在你面前叫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，
我刚听到一个“叽”的声音。搞不好又是，搞不好又是爆脸虫在那边拔水管。我听到有东西过来的声音，枪击枪。有听到机枪的声音。对，你是听到这个吗？应该是。走开，走开。他那个机枪，妈的，这吵。这条。嘣。管道那么近。嘣。哎，我没有手电筒。前面这个走廊就有机枪哦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啥回？点到铃铛。嘿，铃铛很值钱，73块。这时候只要一个人开手电筒就好了。这里有罐酸黄瓜。我刚可以对一个东西按一。你没有。酸黄瓜。我剩一个空间。酸黄瓜。那你都不拿。我要假装我有手电筒。等一下，我们有人在后面走。啊？谁？我现在音乐开很大声，我什么都听不到。我好像看到东西。可能是僵局吧。可能是阴影吧。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希望是我看错。搞不好是史莱姆。希望不是花花人。我觉得看起来蛮像花花人的。人花花。接着他是人形。没这东西，没东西了。没这东西，没这东西，你在质疑我吗？开始慌了，我很害怕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灯，走慢点。再见。去闭眼。去左边吗？好啊。左边是哪一边？你拿筷子那边。我拿筷子那边。不过你不会用筷子，好吧？太棒了。你不会用筷子？我什么时候会用筷子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应该知道。不知道。哦，吓我一跳！芝麻开门，开门的声音。对啊。嘿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房间应该有东西吧？有一个 stop。这里好暗啊。I'm stop。再去开灯。我满了。这个 stop 我拿。我满了。我也满了。给他们一只吧。哪里？啊，我丢地上。俊，我听到电的声音。我听到雾的声音。我现在比较怕的是我们走不回，走不回那个。我在上面。不会啊，目前我还记得。太好了，然后看没东西，没东西，走走走，那回去吧，往回。你不觉得这就是在玩另类版的后世吗？没有啦，你不要乱讲，那个恐怖多了，有一点像那个，有一点 SCP 的感觉啊。那我们去玩后世吧。哎，方向盘，我的，哎，你还要把 key 捡回来。我身上现在有两个东西哦，一个是宝布，没东西。我感觉时候不早了。对啊，时候到了。你还走了回去吗？哎、欸，魔术方块，哎、欸，底下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铃铛79。哎、欸，底下是哪里？逃生门。哪里？逃生门太好了。里面还有一个饼干。哎、欸，这个铃铛在哪啊？哎、欸，阿杰两个，不是你们在？你们在哪？楼梯往下，楼梯往下。对啊，楼梯。你们在回到那个很大间那里？牢卡。你们在很大间这里哦。对啊。你们哪有？有啊，你们在哪？很大间这里。你们也太远了吧？那个是小间。这里。哎、欸，这也蛮大间的、啊。有比这里大间吗？这什么鬼地方？这里那里还有几个东西？对啊，这个东西哪里啊？然后那边还有一个，这里饼干膜，
走吧。我带我们拿二哈。这边有逃生门，直接出去就好了。去了。哦，差不多时间。那我马上怎么走？嘿，不知道。可以直接下去吗？走走走走走。你们去哪里？哎，我游戏卡。哦，没事。哎，走吧。走吧。哎，蜂窝。太危险了，现在太晚了。凭感觉，哎、欸，在前面。哎、欸，那要吗？东西放一放，因为东西会影响到跑步。对对对。好、哦。那5:57其实有点晚了。那谁要去哪？没关系，我们有传送门了。啊、哦。有人想去哪？重大任务就交给将军了。哎、欸，不好。啊，我去啊。啊，一个人要去赢啊？谁要去赢？我要去玩，我要去玩。我去赢。那我去拿蜂窝。那我现在画面调整。来，走，中文走。那你切中文的画面吧。有切。中文，你就是赢了之后，然后你要往安丘的另外一边跑，往那个飞船的反方向。哎、欸，是往这边走对吧？往飞船跑。哪里？你们这？所以你不知道蜂窝在哪里？在这。对啊，你们为什么你们那里好灰哦，好暗、啊？那好黑哦。出来玩啊！离远点。电池了吗？哎、欸。哇哈！没有，结果是安秋引到。去拿哎，中文，先回。是我引到。对，我引风，你去拿风啊。这我完全不知道他干嘛。走，快！我拿风窝，然后回飞船，然后离安秀远一点。啊，我死。传我。你错了。你东西都有放船上吧？有。蜜蜂来了。等等，我听到不妙的东西。我被电了啊！走，他进来了，再见了，这个位，再见这个世界。恭喜！他被大地吸收了，惊喜，损失我一条命，换了一个蜂窝，应该算是还不错吧？我差点也差掉了，我刚说重大伤害的警告，赚好多，赚烂。损失1块钱，好贵啊！我的手电筒呢？你把我们身上的财产全部都拿掉啊！嘿，魔术方块，还可以转吗？还可以变魔术。哎呦！49分嘞，12点了，还早。休息，不是只要晚到一点吗？对，所以你想说什么？先想表达什么？我们还有2天呢。哎，你们可以先3人，然后玩到下一关的时候就存档，然后你再进来。哎，没有。哎，在丢东西。他是噪音制造者哎、欸，谁啊？在笑的那一个，江俊宇。喂、欸。啊！刚刚那是音效版吗？我是在洗地图。哦，我小说来这里。我来了。哦，我小说现在才53%。我要去！哎、欸，我要拉拉杆，你们干嘛？哦，你要拉拉杆？我在马步哎、欸，把它丢了吧？不行，我们将会扣钱，然后又少一个马步。少一个马步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哎、欸，他
他把我丢进来了，他刚刚被压缩啊！完蛋了！哎，我被传送，我就不能用拔布了，我要退出来进来。哎、欸，他地图没有洗耶，那个谁，皮去骗我。为什么他都可以退出再进来，我们都不行？我可以吧？我们之前不是退出就不能回来了？哎，是拔布。他模组不是就可以放下放下？哎，把拔布交出来哦！没收。我们现在每个地图都有问题，不是雾天。不是七龙族的五天，就是日食，哎、欸，还有失效了，还有洪水，我们要去哪一个？我要去看五天，我好像很雾哦。我去变超级赛亚人吗？我们去第一个好了，第一个反正知道往前走就对了。他要变超级赛亚人吗？我、哦、哎、欸，五天，你为什么要回他、啊？我没有回他的意思，不是很破，我是直接没听懂。哎呦，我又不能拿把布了，发给，发给佩佩，要卡住了。它坏掉了，将军，干嘛？我卡住了。雨天要小心那个哦，雨天要小心那个哦。沼泽挂了，这不是雾天吗？我现在看下雨、欸，下雨。你出来看，这不是雾天吗？我看是下雨、啊，我看在下、欸。What the fuck？ 我看没有下雨啊。你看我截图给你看。我截图，有东西在走路吗？还不可以加入游戏？我不可以加入游戏。你不在游戏里面吗？我不在游戏里面。嗯？平行时空？哇哦，我进不去了。算了算了，直接走吧。应该说你告知到我们传送的时候用，所以你不在里面。应该是。哦、都是你害的 bug 哎、欸，看这搞哎，对我这里会那个沉下去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不行哎、欸，他在梯子那里哎、欸，没有要靠边走，靠边，燕凯也会沉下去吗？我不会，我是天选之人，好扯哦，真的是平行时空了，哈哈，对，最后安全了、啊、bug 真多。我什么都看不到。我觉得有可能是整合包的问题，因为我的雾天没有很雾，可能是那个 HD 让它高清化。大螺丝钉，好多东西哦 ，key， 大螺丝钉，红绿灯，好多拿满的。这什么声音？把东西拿满的。什么什么声音？这什么声音？什么什么声音？一直听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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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吗？感觉在制造恐慌哎、欸，叫雾。很雾。那我好像听到生物的声音。对啊，我也是。你的生物是产生物还是？我听到生物的声音。我先把东西放回去了。不太妙。我很怕，我很怕。没有找到那个吗？没有。叫雾。在哪里、啊？有在这里，哎、欸，那就船上喽。好，
主要是那个声音真的很可怕。可是我看，我现在看地图，你们附近没有怪啊？还是你们都是雾啊？都是雾。那你回头一下，哎，它雾是会那个吗？地图上会显示吗？就一个红色的阀门。哎，燕凯，等我一下，不要离太远。哎，往前，然后往左边看有没有那个阀门。都没有哎、欸，怎么样？没有，你走到底。安秀，你前面那有吗？没。没有，我可以看轮廓知道有没有。嗯，哎，那前面那个红色那是什么？就地图上显示的。你说我前面吗？没有，刚刚我叫安秀停下来。没有，那里没有东西耶。嗯。这里吗？对啊。有可能是通，那是个通风管这样而已。有可能是通风管道。没有怪会从那里出来。对啊。算了，不要再探这边了。你有钥匙啊？没带，还敢没带啊？我已经带 stop 了，我也带 stop 了，身上都没有空间了，还带？我觉得那个声音只是那个吧，那个应该是叹气。对啊，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地方去了，应该是。哎、欸，那个绿色有东西啊，前面那里？哪里？我看地图里面对面哦。哎、欸，这个，哎、欸，这我们没有探了。对，这个房间有东西啊，角落那里。角落。往大齿轮，大齿轮，走吧，回去吧。哎、欸，给我拿那个。哪个？你现在手上拿那个。怎么了？因为你拿重的东西出去，你会沉下去。我不会。哦，是的。哎，门口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？那个小螺丝钉我拿了。中螺丝钉。不过其实我可以避开那个、啊，避开会沉下去的地方。我会看自己沉下去。你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沉下去。我会在一个会沉下去的地方走过去。这个地的那个另外一间大房子到底能不能去？哪一间？不是有一间里面不是什么都没有吗？空的。你没有进去过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又不是什么都没有。撇去那时候还沉下去。我想去看一下，你们给我两分钟，把那个切到他那里。不要现在在他后面。也太晃了。完全黑的，里面都是雾。那里面算了，不要来了，好可怕、啊，我怕了。哎、欸，爽哎、欸！没错，我们这边看也是没有怪物的，是个大怂包，都没有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它、啊、那个房子里面有那个吗？绿色的吗？没有啊，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它、哦、可能就只是建模建在那里而已。走吧。哎、欸，所以中文是跳 game 了，是不是？这不能玩啊！他怂了。进不去啊！啊，他怂了。将军，你才怂了。他不可能八点，中文是跳 game 了，是不是？中文他不是出去然后进不来哦，他是最懒的员工。哎、欸，可是他有回来，他有换分呢。嗨，为什么？不公平。八分。哎，我有分数。零、啊，你有分数。零可以进来了吧？灵体在这不算在这。那也是种进来。你现在不能加吗？他不是有中途加入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重开游戏，他还是没有显示。啊，有了，有加入游戏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玩到这边。好了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哎、欸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只是想说等他进来之后，然后这样子讲。一点的。你这样子是顺了那个将军的意。一点了。顺了将军意。将军意。可是将军，我们剩一天呢、欸。对啊，将军，我们要有始有终。老师，拜拜。没有，有始有终。快，将军，快！我们现在东西都没有 debuff。是。可是，飞船。
我们已经在这里，我不需要再输入了。可是飞船开了，你不能跳船。我可哒哒，快！我要像你那王八蛋经理一样压榨你。哎、欸，有蜂窝、欸，我来了。蜂窝在，哎、欸，没有蜜蜂、欸，哎，好扯哦！直接拿走，直接拿走。我旁边还有一颗、欸，哎，这样真的吗？它是没有，它是没有。没有蜂窝的蜜蜂，蜜蜂在那里。好事，没有蜂窝的蜜蜂，没有蜂窝的蜜蜂是啥回？没有蜂窝，它是破土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家，它没有家。欸、我被点了，笑死，就是那个。哦，没有蜂窝的蜜蜂。可是我有看到蜜蜂哎、欸。对啊，那就是没有蜂窝的蜜蜂啊。没有蜂窝的蜜蜂，你到底想讲几遍？可是，不是没有蜜蜂的蜂窝。没有蜂窝的蜜蜂，他们竟然在我们来的时候就分离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靠！等一下，我忘了带手电筒。啊，我有看到地上有个手电筒，我去拿一下。原来是你的。哎、欸，你不会叫中文帮你拿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手上只有把布。可以不要拿把布啊。可是把布很好玩、啊。那臭小孩在那边玩把布。把布，把布，把布，爽屁！把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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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！我没有灯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真的，你没有拿灯？我没有灯啊。有备用的？我没有备用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有灯哎、欸！哪里？大灯，不要拆，不要拆。哎、欸，那里还有东西啊？大螺丝钉。先去探别的地方，等下再拿。别的地方有东西吗？哦，右边跟那个去过了。还是众人在这等？不对，他没有灯，算了。这个房间只有灯了，对吧？前面跟右边，哎、欸，有人去过前面跟右边吗？我有灯啊，还没，我是跟着你。有一个红绿灯，头灯。庄恩，你先把东西拿回去。什么东西？门口螺丝，先拿一个螺丝钉、哦，然后再拿红绿灯。红绿灯的，怎么那么多红绿灯？前面、啊、让我们大家都有前面没东西了，对，前面没东西了。我们的船在哪里来着？我这张地图船最近，这张地图明明就是船是最好找的。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玩这游戏。小心翼翼。我听到地雷声音，我好像看到有一个人在跑、啊。感觉。有聽到地雷聲音嗎？有，我有聽到。我回來了。在前面。在前面。這個房間不用進去，地雷房間不用進去，沒東西。欸，又一個紅綠燈。我是紅綠燈。這裡有地雷喔。中文現在幾點？一點。18分，感觉差不多咯。1点18分是26，是现实的时间还是？上面没东西，没东西。我说回去回去。35了。造恐慌哎、欸，中文。43了。这还一条路。哎、欸，紧急出口。52了。走，先从紧急出口出去好了。我走紧急出口，那、啊、有人去拿灯吗？我去。还有一个，我看到两个，而且门口还有一个红绿灯。门口超多红绿灯。门口还有一个红绿灯。门口红绿灯我已经拿走两个，只剩一个在那边。对，还有一个。这
谁管他有什么情况？彦凯还有手吗？还有红绿灯吗？有两只。作文你想怎样？红绿灯在这吗？不是不是，大灯在这吗？红绿灯。作文你要去，你要怎么刺激？我去拿大灯。关灯会怎么样吗？不会怎样，怪会变多，会变暗。等等，那就是会怎么样？你们真的很喜欢讲反话啊！走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他拔了，他拔了。是连外面的怪都会变多吗？没有，里面的而已。哦，外面的没差，外面一律都是等天黑。啊嗨，准备好我的拔布了。我拔布。不信，我调声音。我看你旁边没东西啊，有那个苍蝇，还好是苍蝇，还算友善。对啊，不要在他眼前捡东西都还好，还扁人呢、欸，他会看你不爽。还是我不要饮料的蜜蜂、哦。嗯，走了吧，将军，你做的多好，你拿了三个红绿灯。好了，走吧。很傻笑。要是没有你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看吧，至少我会称赞你。你看那个王八蛋经理会吗？哎，嗯，讨厌。突然变身，我在顶楼哎，顶楼在顶楼，放下我的把布，这样我才可以捡起把布。啊哈！我的巴布，你太吵了。要去卖东西了，对吧？对。先把巴布卖掉。317。先把巴布卖掉。我死掉了。要乱跳啊！我以为到了。你害我们又要被扣钱了。你犯了三个男人都会犯的错。哎，给我把把布放回去。你死了，你没办法阻止我们。对，是你自己决定要死的。你永远失去了把布。317。为什么觉得他今天这个怪今天叫声特别大、啊？欸，为什么这里383？或者是你那么多东西？把巴布给我收回去。我这边378、欸。你现在叫再大声也没用。406。What the fuck？ 将军。他放上去就拿不下来了。你给我把巴布拿走。这里340。这里340刚好。他是300多少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哎，拔布，拔不上去了。他317而已耶。我看到378。我看到400。那个目标。先这样卖吗？226。哎，你们冷清把拔布给拿走啊。没有没有，他上面只有226，等一下来。又没关系，可以多卖几次啊。是没错啦，但是想说一次吧。把把布给我收起来。他为什么都不开门？好了，可以在他收东西的时候把把布拿走吗？不行。
巴布拜拜。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拿到一个巴布呢？226。那还要再放多少？200。再三个电灯。电灯不值钱。买来的东西不值钱，你不知道吗？还差90。没有，我说再三个那个大灯呢？也差91块啊。就好了。好，那剩下这两个我拿回去船上。那把布可以买吗？我差点把我的手电筒放上去。手电筒放上去没有钱哦。他开门了吗？他故意慢慢来，考验你的耐心。害人多万两千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休息了。可以休息啦，大家可以回家啦，可以存档啦。将军可以继续玩了。哎，不可以。那我们来玩原神。破哎，不好哎，我把原神删掉了。破哎，虽然我也把原神删掉了。不、欸、不然我们可以玩泡泡加密人。不好哎、欸，可是那是好游戏，不是个好游戏。那是泡泡加密人呢、欸，我是个坏加密人。看毛的东西哦，卖掉。既然他不是说。最多只能放多少东西？它不是多了被删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第一天玩这游戏，超过45件以上。我们当下有45件那么多吗？感觉有吧。看一下，好吧，那把将军也卖掉啊。嘿，应该没有吧？没有那么多吧？不一定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我总共有三个哦。这是三个吗？对，你可以拿起来看。看得出来，它特别大。哎、欸，可能没有。我是很怕这样还被删，就很靠背。那就把将军删掉吧。我好了，赌一把。先起飞。我复活了。没。那个拿取石大不是要拿来干嘛？好、哦，你好像被扣钱。谁啊，将军？对，487哎、欸，将军，还有3天，我们可以玩3天。不好，我要睡觉。也对了，休息啦。拜拜，拜拜。买把布。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噔噔噔。